望它是花跟菜一起种的一个菜园，叫花菜园。我选花菜园。那边还有一个新型的，还有再顺便来看看。很新型的花菜园，一样是有花有菜这样哈。那这个季节像这个荆棘啊，那个辣椒卖。那基本上秋葵都是比较苗比较小。它那个季节来讲，它秒会比较小。那夏天的话，我们因为有些菜冬天长的时候，我们都陆续产收。对，到春天那个季节陆续产收这样。那像它这个明日叶啊，哈，它就是一直长得很好。明日叶还是它会长，就是长到很大、很高。明日叶长到很大。因为基本上我们大家都有看过这些植物吧？嗯。哦，那还有爬藤区，我们有种蝶豆花，蝶豆花爬藤区的部分，还有那个菊苣哦，菊苣，这个秋葵，这个要小心，这边有一个那个，这个是黄秋葵吗？对，这个是一般的秋葵，一般秋葵。我家里的是那种秋葵，也有分不同的品种，它的梗有分，它的梗有分。就是真的都是有些是刚种的，那我们那个爬藤区。